感情有一点崎岖，可能梦想稍微抓不紧，但我最多谈一点点情就可以。听一下深呼吸，微笑的金，敢讲你无想要看你亲生阿爸？亲生阿爸，丽芬啊，你毋是甲迄个查甫人断甲离离离啊？啊，像那凶凶的，佫安尼，伊都佫倒转来找阮母仔囝，所以今仔日啦，我是专工要带美金去看。好啊，今日洗手面啦，今仔佫足侪代志爱做呢。丽芬啊，你要搁嫌我啰嗦嘛无要紧啦，啊，不过我嘛是爱讲啊，你是做人的老母的人啊呢，啊你吼无替家己想，无嘛爱替迄囡仔想，你千万是唔通搁做一寡安尼不得不切的代志啦啊！我知我知啦。恁欢喜就好啊啦，哈，啊咱家己的日子吼过了好就好啊，紧嘞。我去上课啊啦，剩下遐工课哦，阿妈做倒啊，哈，来。哎呀，哦，过来过来，你等一下哦，哎，小可可，可爱喵的，好，来，哎，你看嘛，我丽啊，哎，丽丽啊，哎呦，啊，你伫遮啊，阿妹阿妹，好势，怎么想卖讲迄啦？哎，我丽啊，我丽丁哦，学生说多些，阿勇你都看起来较乖。今日足好读册，会当考大学哩看。紧嘞，个说好啦。啊，你等一下，你无看咱阿伫遮。哎呦，我等一工已经等十八年啊，我袂用搁等啊啦。啊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你是搁要甲伊比啥物棒啊？对嘛，阿姊啊，人即摆吼，阮少年人拢流行迄日本杂志，迄种山口百惠呢。你莫搁伫遐甲比人比西啊。对啊，阿母，啊甲我用到安尼，是要给阿爸看的哦。啊，伊到底是啥物款的人啊？是安怎我较早问你的时阵，你都讲伊死啊，啊，今嘛阁向阮走出来啊？阿爸，阿丽丽啊，你迄无下面阁出现啊？哦，那个变欧波川，苦等十八年。哎呦，不是红女十八年不就好了？等于真是疯女十八年呐、啊！等下，是安怎恁大家拢知影阮阿爸的代志，敢若我唔知影？好啦。即卖你嘛应该爱知影，其实恁阿爸是一个医生，伊本来是住伫台北，伊较早来温州要看我，拢会阮台北再来家人找我。啊，伊只要有闲，拢会带我去佚佗，亲像北投温泉、大稻埕、阿里山，拢是阮两个约会所在。啊，毋过尾仔因兜发生变故，伊为着摆脱离咱两个母仔囝。家己都离开啊！我是较好奇吼，啊，恁两个安怎搁牵做伙啊？十八年前吼，伊就坐三轮车去弄着我啦。想袂到哦，十八年后伊坐客轮车又搁弄着我，这个叫做缘分呐。你哪只好咯？阿姊啊，你迄爱情故事足浪漫的呢。根本就会使去拍迄《古剑秘密》第二集啊！阿丽啊，我就是医生的查某囝哦。这得看你家己安怎做啊。假使讲你奶奶做一个乖巧、有娘的查某囝，不管是你后摆要出国读书，还是要嫁妆，我相信你阿爸一定袂当算的啦。好，我一定让我医生爸爸满意。
嘛较紧嘞，我搁要带伊去买衫嘞，要互穿起来吼，较像迄款医生查某囝气质的衫，紧嘞紧来啦！好啦，来，小心，练一下吼。好，我看吼，看要安怎折倒。回家啦。想要吃啥？我请你。你要请我？唔免啦，啊，我一个查甫囡仔，你查某会请，我也歹势。有啥物通好歹势啦？我今仔就是要专工表达对你的感谢，莫甲我客气，尽量点。那呢，我食一个清冰就好啊。好啊，头家，我要两碗清冰。其中一碗吼，汤水吼加淡薄啊。啊，等者等者，你的卤嘛，给我加一挂啦。这边。啊，这碗料较济，给你啦。一直无问你叫什么名？啊？我叫什么名？我叫庄志成啊，智慧志诚信的诚，你叫我志成的有没有？志成，真正就多谢你诶，若不是因为你给我救，我嘛无好多坐伫咧遮，真多谢你的温情。这是我淡薄意思啦，啊，请你收落来。你拢讲到遮尔严重啊！我若无甲你收吼，袂输我出无礼貌的，那我就无客气啊。你替我叫了这尔济草，你家己煞在清冰，我要哪会好意思？你放心啦，这汤匙仔吼，我拢无拄着嘴。工作价诶，就一斤麦啊！而且伊内底了虾仔足侪呢。哦，这油包是我跟阿妈做伙做的啦。真啊假啊？安尼水准吼，会当去外口摆摊呢？阮家所有人做诶，拢无遮好食。你小客气啊啦。那有可能会听啊！我跟你讲吼，我自细汉胃肠拢做好的，我若食啥物，安怎？你巴肚疼哦？无，我拄着食冰，有时阵要想要去便所，也毋过无要紧啊，继续食。好啦。我实在无应该勉强食一碗。为什么我自细汉只要吸着牛奶就会腹肚疼？好食哈、啊！好食。
小姐你好，我要找曾文勇医师，我是伊的朋友。歹势呢，今日讲得要开始啊，那庄医师嘛已经准备要就台啊，敢要等你休困的时阵才帮你通知。阿母，你是甲阿爸约几点啊？哪会无等咱啊？本来是五点，甲恁阿爸约伫酒吧要见面啦。尾后我想想讲，恁爸仔囝头一摆要相认，要哪样伫迄款所在？美琴嘛，后摆你就是医生的查某囝，啊我就是先生娘啊。你甲想看卖，咱一家伙要团圆，要哪样伫酒吧迄款所在？所以哦，我尾后想想的，毋知是讲提早吼。来恁阿爸出差这个所在，给伊一个 surprise。啊，顺便要让这所有医生拢知影讲，咱就是曾文勇医生厝内面的人。对呢，这是我甲阿爸第一次见面，伫遮吼，嘛较会当衬托我的气质。我们愿意等，但是差不多要等多久啊？这我不能跟你们保证哦，要看今天演讲的状况了。哎呀，不要紧啦，美金，咱咱拢等十八年啊，都加等几点钟啊，那哪有算啥？美金，我们等。没关系，我们等。小姐，哎，你是来找阮哥哥的吗？你是高先生弟弟吼？哎，是是是。点解咱有见面啊？高先生身体够较好？有啦，即马精神袂歹呢。但是伊毋是住遮呢，伊是哦，我找你去。好啊。宝贝后生啊，你嘛小看者哈。我跟你讲哦，头一个这个哦，哦，因家足有钱的啦，啊，伊家真哦，都是一栋老啊厝。啊，第二个这个哦，伊是吃公家头路的，啊，因爸爸哦，伫内政部上班，听讲哦，官做了足大呢。以后哦，伊就使安尼替你去活动一下，安尼哦，你落命来一路一直考试，拼到这么辛苦。你是咧创啥啦？妈，我问你哦，我是不是你亲生的啊？你讲这什么话？你当然嘛是我亲生的啊！啊，无你哪会你找遐哦？啊，汽水老卖哦，早要介绍我哈。哎呦，我甲你讲过几哪届啊？娶某吼，娶外表是无路用啦。我甲你讲的哦，这拢是真材实料呢。对你以后的事业哦，拢足有帮助的啦。我唔是讲哦，要看什么外表有偌水啦，但是你看，我生来嘛一表人才，若要找，若要娶一个吼，较会看口的嘛。高台子，你唔通袂记人呢？你爸爸三年前就过身啊，厝内底敢若剩你会当我顾尔，你的头路嘛是我安尼讲，千求万求，拜托恁周阿姨甲你找来。你明明知影厝内底无依无啊，你若无找一个有才调的某，咱厝内底是要怎过好日子啦？妈，我知影你辛苦啊，啊，我即马嘛是足认真咧做工课啊，而且吼，咱厝的即马嘛无欠钱啊，啊，你看，啊，我敢有需要要做遐尼大牺牲？牺牲你去死啦！牺牲，我甲恁两兄弟哦，饲到这么大汉，那才是牺牲啦！哎呦，太深啦！我甲你讲，这个世间什么上重要？钱上重要，无人哦会嫌钱多啦！你想看卖呢？恁弟弟哦，才读大二尔呢，我阁唔忙，伊会先出国去读册，那需要偌济钱，你敢知？哎呦，我不管啦！为滴哦，结婚这款代志哦，本来就是父母在做主。我不管你是爱还是无爱，你无爱尽心，不要紧，
我替你敬。我替国庆敬好啊，妈，你想看卖啊？国庆伊即马太太还拢无交女朋友，反正你外口交十个朋友嘞。哎呦，你是咧讲啥咧？乌白讲话，乌白讲话啊你啊哈！你哪安尼讲？有人来看你啦。请请请。啊，伊着顶界迄个查某囡仔。无啊，你这个少秋星是啥乎你入来哈？春夏过秋冬，幸福袂等人。啊！伊着顶界迄个查某囡仔。无啊！你这个少秋星是啥乎你入来哈？美玲啊，坐啊坐啊。阿姆你好，我有做一罐牛奶粉，要给台生大哥啦。牛奶罐头。阮宝贝后生的命，就敢那搭一罐牛奶罐头。你若唔归去吼，传一个罐头通来救查伊，较早死死的好啦。妈，阿美玲哦是我的朋友啦。啊对，啊这相片哦，得给国庆啦。啊叫伊紧看卖啊，啊紧了哦，春暖再给我寄。国庆啊！行啦，咱去看相片。哦，看相片，看相片。台生大哥，真正就歹势，我买的物件，阿母敢那不是真介意。哎，不，吼，你莫听阿母啊吼，我白讲啦，我甲你讲哦，我自细汉的，就足介意啉牛奶粉的啦。多谢多谢。你莫跟我遮客气啦！啊，迄天庄先生甲我救起来以后，真多谢你送我去病院，互你拄着这种意外，我嘛感觉足歹势。啊！我阁想讲美玲袂记啊咧，无想到我假甲伊救起来代志，也是被伊发现啦。一声英雄变狗熊，早知影就不爱上迄什么救护车啦，无甲真嘛，哼，歹看。虽然我无啥物钱，啊，不过我会用做的代志真多。你若是啥物需要，拢会当甲我讲。这是我唯一会当报答你的。美玲哦，甲遐妖魔鬼怪比起来，根本就是哦赏心悦目。我高台生要娶的人，就是要这种的啊。台生大哥，台生大哥。台生大哥，你是不是倒位无爽快？无啦，哪有啥物所在无爽快？我甲你讲哦，迄是阮母啊咧烦恼我啦，才叫医生哦，甲我包干安尼啦。我无代志啦，真个哦，系无你看你看，无代志啊你看。真个哦，安尼我就放心啦。啊。起来有淡薄仔面色啊！我也是离婚的。啊，对啊，你是较早你恁斗阵的吼，咪记老爸吼。来来，姐姐姐，你看，谁来啊？曾医师哦，哎呦，真久无看了呢，啊，这么好不？哎，阿丽云，我去找你啊，啊。伊来找我。哎呀，啊，不过我才因叫你家呢。嘿，阿姨今仔放假。阿姨讲，伊带美金妈去什么会去找伊，恁哪袂见面哦，哈？嗯，啊，我会议结束，我就来吃，我拢无看到伊。唉，啊嘛，唔知恁两个到底是有缘还是无缘啦？都已经十八年啊，搁遐尼有默契，常常我都见面。
无要紧啦，阿姨若无伫个哦，安尼我先转去啊。无啦，拢来啊，来宾坐起来啦，来，来宾坐啦。哎，阿玲，摕一碗秘鲁来哈。哦，好啦，秘鲁来看。你足久无来啊？安尼，我摕一碗小菜，甲你交代一下。唔免啦啦。快点啊！就听下咧。等一下，小妹妹，快点。这里。啊，不是，他开开咧。这，哎呀！啊，这边的。这边的。嘿，这，阿姨谁啊？啊，就人客啊。人客，昨天阿爸爸你嘛讲是人客啦。你讲好啊，你十万块，你个又免做啊。我十万块嘛拢给你啊呢。哈，你讲啊，你骗我到什么时阵啦？来，阿狗讲一句话，你就相信。啊，我有时讲啊无烂，你嘛无咧甲我信到的。啊，若无哦，以后你甲阿狗困好啊。你这讲啥话啊？舅大，有话好我讲啊。周先生啊，有啥物代志哦？你若好好我讲，你莫咧欺负查囡仔好无？好啊，喂。已经约好吃饭啊！伊晚七点在翠峰园见面，伊明仔就要出国啊，所以暗时我会甲夏幼师做伙载过去，车库等会签字。嗯，安尼我知啊，真好啊，柯秘书，交代你做代志哦，我真放心啦。多谢董事长，我这有一份文件，麻烦你签字。嗯。董事长办公室，你好，我是柯秘书。嗯，好，我了解。我请董事长听。董事长是邱医师曾先生的朋友。喂，大嫂，我是赵峰啦。是安尼啦，迄文勇吼，伊出淡薄意外，即嘛头部撕裂伤在处理尔。我想讲，你还是过来一撮比较好啦。阿姨不是在参加研讨会，哪会安尼？这详细情形哦，在电话内底，一时也讲袂清楚啦。等你也来哦，我再慢慢阿你解释啦。啊，不过我即马无法度去呢，因嘛，我真重要合约要签啦。也不过文勇又有淡薄脑震荡呢，我是惊伊会什么状况啦。大嫂，那一般这种情形哦，迄病院内底都是希望讲厝内底的人会当伫咧遮陪患者。好啦，你把电话给我讲呢。几号？嗯，好，我知啊。柯秘书，听我甲伊嘛，请还有时间出去后壁咧。我有代志要出去，啊，那电话代志，他会再给我。是。拢是你啦！啊，叫你甲厝阁好晒好晒，都无要听。起码咧店个布甲乱七八糟，看伊是要安怎。是啊，歹势啦。哎呀，不过吼，迄个曾医师嘛真正是有够衰啦。啊，根本就甲伊无啥伫代啊。结果吼，竟然去互厝阁拍啊安尼。啊，虽然讲吼对不起迄个曾医师，也不过吼今日好佳哉，伊有伫个现场英雄救美呢。小姐，去坪下，带我来哦。
下过手冻，幸福袂等人。是的啦，我不是超工的，无紧啦。医生有交代啦，是庄文雄先生的家属，直接安排就好啦。姐啊，娘的来啊！哦哦，多谢你哦。哎啊，迄刚是曾医师的感觉哦。阿仔，可能是，可能不是吧。文雄，哦。你真无简单呢，你有这查甫人光荣的勋章呢。你即马是伫讲啥啦？讲你英雄救美啊！这普通哦，拢在电影内底，迄男主角为着要救女主角，毋知甲人相拍，拍甲咧大空细空，都是你这种的。你拢几岁啊？莫在后壁讲话啦。杨哥，你放心啦，拄只我用个美容针，甲你处理啊，足好势。你绝对吼袂破相的啦，就算讲吼，你即马随去迄酒吧找你的老情人啊，伊嘛同款做爱你的哦。你啊对啦，我袂记啊你讲，你拄则去用送来时阵哦，昏迷不醒啊，而且哦，佫有淡薄仔脑震荡，我有打电话给恁某，叫伊来一撮。你靠阮某？免紧张啦，等伊来时阵哦，我替你解释啦。就讲吼，是烟台会了后，我就咧去饮酒庆祝啦。啊，无拄好去拄到有人闹代志，啊，唔该母干呢。大嫂，你什么时阵来啊？歹势啦，拢是我唔好啦，是我烟台会了吼，去文阳去应酬啦。啊，无这里哦，去拄到有人咧闹代志。啊，唔知母干安尼，啊我即马吼，我拢处理好势啊，袂要紧啊啦，对不？文雄，对啊。啊是谁给你这个光荣的勋章？哎，大嫂，我身体文雄办手续，啊恁豆豆讲吼。我靠，想要做啥物哦？我是无想要管你啦。啊，不过会当请你卖造成我遐困扰，好无？为着你英雄救美，害我即马本来要甲人签合约，煞无法度签。我即马马上转去签约啦。啊，你除了有光荣勋章，你的脚应该无断吧？有法度行吗？好啦，我代志啊，咱会转啊啦。稍等下啦。拄拄我打电话转的时阵吼，你人拄啊到尔啦。伊若听到消息咯，一定有事赶过来。稍等下，稍等下，哈。你啊，害人嘞！我老婆啊。哎呀，你慢一步啊啦。你无缘的爱人哦，已经被伊某领走啊啦。伊有来啊？拄走哦。嗯。对，倒位走的？进去啊！阿爸，阿爸，我想讲天公伯爱个这十八年欠我，总是白害我，我那样衰。赵峰，是咧讲生肖啦。啊，对哦，我是要来看志成。
不过伊过医生就讲要轻松一下，所以我才。有叫到无？我袂记哩，我根本都无看过伊，哪有可能知影是倒一个啦？哎，无猜恁母啊吼，透早就带你去洗刀，啊结果哦吼，无互恁爸看到，真可惜。是咩？啊，伊就讲什么研讨会了，特别甲恁见面啊，啊所以毋知为出门遐哦，就怎啊处理去啦？啊所以恁毋知无拄到。哎呦喂啊！啊今仔到底是啥物日子啦？真正是我的店去互弄到乱七八糟，后来过街口我搁无法度团圆。哎呦呦呦，今仔日怎遐衰啊？啊，袂要紧啦，啊上无哦，曾医师搁规丛好好的啊，啊若是要见面哦，后摆搁有机会啦。我唔管啦，我自出事到即摆拢无看过我医生爸爸呢。母啊，拢你啦，什么大 surprise 啊？我唔管啦，你即摆都带我去找我医生爸爸。你今仔甲阿母差这远，一定足忝的。你若是干安尼吵，阿母就是搁较烦。我看你也是甲阿母先倒去休困啦。休困你的头啦！啊，不是恁老爸，你当然嘛无遐无紧啦。老师你啊！老师你！你为什么？我今仔来遮衰。老师因为你单身，老师因为你单身，你今日跑出去。敢知影？今仔对我阿母亲来讲，是有偌尔啊重要？你今仔倒来甲阿母当一出来，你甲阿母当一出来，你为什么那边你甲我喊？我是欠你偌济，我欠你偌济，你知道吗？阿母，我无害你啊！你无甲我喊，你搁敢讲你无甲我喊？你莫想讲我无去店的，我什么拢唔知影。你今仔不是头一摆去店，有人在冤家相拍，你袂晓走到边仔的哦，你害阮娘去互拍，拍到着伤走来病院，伊今仔日若是无来病院，伊妈都袂来，伊妈也无来，我人生都错啦。啊，好啦，莫安尼啦，我妹有拍倒啊，你莫安尼好无啦？阿美景，你莫来哭哭你阿母啊。贤啊，我阿母讲了嘛无唔对啊。哦，你唔通想讲我咧拍你煞，可是我今仔毕竟若无我做开老板小人，我都会出甲你好好出去。阿婆，你来干嘛？你来干嘛？Disorientation, disorientation， 丧失方向，迷惑。是我淡薄仔意思啦，啊，请你收落来。林美玲，你真正是一个足奇怪的查某囡仔呢，甲我伫学校实在拢无共款。爸毋是讲今仔开了研讨会要来找我，奈到今仔才确定。安琪啊，志成在家呀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好，待会儿我告诉他别等了。文雄他也不是故意的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
他现在心思不在这儿，做什么当然都没办法。好了，妈，我待会有个重要合约要签，之前再麻烦你跟他说一下。再见。哎，文雄也真是的，这么大个人了，做事情也不懂得分寸，一家之主做成这样，也难怪安琪会看不起他。我都唔敢穿，我照常咧看出去。哎呀，好啊啦，你莫搁甲念啊啦，店的母干咧，我已经够烦啊啦，倒收收的啦。美玲，你先回去。阿姊，阿母，我先回去。你有偌远，你就赶走偌远啦，走啦，莫我看到你个死人面啦。随便倒。今天吼，无做生意啦。是谁带阮阿官仔去提囡仔？春夏过秋冬，幸福袂淡淡。时间，找我管哪出去啦？啊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卡太大个，你会当去看我的班表啊？我这两礼拜吼，拢伫咧上班，这早就跟我无关系啦。妈，不是我，妈，不是我，我这天都无上班。不是我，无上班，无上班。无啊，恁这几个敢做唔敢担当，拢咧甲我装笑个呢？啊，无人要承认。大家伫咧外口走撞，拢是辛苦人啦。看咱即摆出代志吼，阮遮亲妈大家嘛拢做烦恼、做艰苦的啊。丽芬啊，你讲对无？啊，当然啦、啊。我规间店哦，我上届照顾阿官啦、啊。我听伊哦，体态袂输参像我家己的亲姊妹同款。啊，对啦对啦，啊，阮遮哦，就是你理想照顾阿官啦、啊。对对对对，哎呦，别碰下啦！我看见了，阿妹哥，小参详一下，穿五敢会用的？我阁有两个查某囝爱饲，靠一个老母爱开西食用，拜托的啦。五十万。五十万？大啊，迄无可能啦！我一个这大汉细
细目睭，我嘛歹做啦，我嘛唔捌看过50万是星座阴阳变，拜托的啦，就算讲你甲我拆只萝卜，我嘛是无50万。哟，丽云啊，啊，他几大哦？万一出去笑我，你回去嘞，你才感激伊啦。答应你啦。好啦，我一生五年都袂甲你减，我会陪恁啦。哎。既然你这么有心意，那安尼就好讲啊。阮大个即马吼，有十二个查某囝啦，啊一年吼有12个月，拄好一个人照顾伊1个月的生活费。啊，不过吼，阿官即马就走啊。我算算的吼，伊即阵马吼嘛赚有60万哦。啊，阮大个讲50万就对啊啦。大个啊，啊你敢要算唔对去啊？阮家吼一家伙啊，一年嘛才开5万啊，尔。叫小慧叔处理，你欠我的钱，都爱签本票，利息照收。利息一礼拜一期，每过一礼拜，我叫金虎来给你收。走。什么问题？敢袂使？啊，无想要签哦。无啦无，啊无安尼啦，哇你一摆机会好无？一摆机会哦，啊是啥物机会啊？安尼啊，等下吼，我若无射着你，你这钱吼都唔免还啦。啊不过我射着。你真爱行哦，你放心啦，我平常时吼拢就袂准的。哦，来哦，准备啊好哦。来啦，来哦，一大呀，我目睭敢毋使暗起？你真准哦。哎，唔是啦，看到花，我头壳会蒙啦。暗起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大，安尼啊哦，来啊哦。啊！不紧啊，你大个歹势，安尼暗开，我看无啦。嗨，吃啦吃啦吃啦！哎，来啊，准备啊！没了。一、二、三。我本票在倒，我签签的。嘿嘿，不行啊你。签。签的签。你看安尼用的无？流水吼。要紧，你得保重。阿妈先来行。哎，较认真个啊，紧个紧个啊！阿妈是要哪下钱？先来去啦啊！离婚阿母吼，实在是真粗残啦哈！啊，家己吼也无约好好势，啊无拄着人来往怪你，安尼甲你拍到安尼乌青结血啦！阿妈，我无要紧啦，这也无啥，真紧就好啊啦。那也无要紧，你甲看啦，安尼一打一打啦，乌青结血，阿妈看得重感的，你知道？其实我会当了解阿母甲美金的心情啦。囡仔本来是因一家团圆好日子，结果因为我含慢，连累到迄个医师，卡算换作是我，我嘛会足生气的啊！乖孙呢，你就是安尼才得人疼啦，啊，什么代志哦，拢替别人伫咧想。唉，若要怪吼，就爱怪阿嬷啦。恁离婚阿母哦，啊，自细汉。阿嬷都无甲教好，逐项吼拢顺伊，要安怎就安怎，所以今仔日才会变成甲安尼啊！啊，真正哦，啊，到这个时阵还搁咧孝顺迄个医生，我咧想讲哦，啊，这段哦，
安尼小欠一个缘都已经断啊，啊哪会知影讲安尼经过十八年啊，啊，搁有这个缘分，搁去互拄着，啊，我真正嘛唔知要安怎讲啦。好，你敢知吼？你啊，拢袂甲恁离婚阿母计较。要计较啥？咱都是一家人啊，有啥物通好计较的？搁再讲吼，即马看到这乌车，我常常吼有一种感觉。啥物感觉？感觉我变大汉啊！较早吼，凊彩讲乌车拢足大台，即马大汉啊，较大丛啊，乌车变到较细的，吼也较袂遮疼啦。哎呦，你这个查某囡仔，哦，啊，即马还搁较乐观哦。你是咧安慰阿妈呀？是阿妈叫我乐观啊，任何代志我为好的去想。依莲的啊，阿妈这世人吼，足欢喜的啦，有你这个这呢捌代志的孙吼，我感觉足福气，足福气的呢。你本来就足福气的啊，阿妈。你甲看我结婚生囝，甲予我养好你，安尼更加福气哦。哦，有你这个乖孙，你这个福气，哎呦，阿妈当然是福气啊，会更加福气啊。啊啊啊啊啊！哦，袂疼啦，而且若看到你哦，身体啥物无爽快，拢好啊啦。啊！不过我未甲讲呢，唔知伊会当接受无？伊若未当接受，就把你接受啊！他客大是袂管你遐尔济哈。未到伊真正落海啊！啥？啊！伊落海真正假啊？伊较细个，太衰呢，离较远个啦。啊！烧酒一杯一杯，敬无缘的人，我的感情一段一段。死到着相共，啊！人生目一个字，路无缘缘，幸福就是你的手有人来牵。有情就爱送，唔通来暗藏。有心就勇敢，追求你的人。我袂等人，有爱的人，你敢是我欲找人？啊，地阮什么人？有心无地藏，苦中是憨人。青春无几冬，漂泊过轻松。你真少听我的波声，啊，唔通来暗藏，有心。